但是我们从整体面来讲，我们都是采取有计划性的一个预防作为。那当然在宣导部分，我们是大力强调，除了内部之外，我们也推广到外边的一个行销作为。那当然我们会利用市政府一些重大的活动，或者我们办了很多活动，我们都会做这样一个连政宣导的作为，当然就会再再影响到老百姓对我们市政府的一个重视青年一个感受度。所以因为它最主要都是用电话一个访问，就是他直接公信力公司他会委托这些调查人员，他打电话在那个阶段打电话给市民，那抽样点大概都是1000多个，那所以他整个会感觉说，市政府确实在廉政的努力确实感受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这里边。谢谢各位。好，谢谢，谢谢教育局。好，谢谢。刚刚市长特别提到那个行政程序的部分哈，跟大家就是说，其实我们很早对那个的申请救助在年度调查的时候，已经就早就实施免付这个户籍摊贩。那刚刚市长特别关心，就是我们再进一步针对零星个案或者新个案，或在年度调查期间他提出申请的话，那个人也知道我们将在做更简便的措施，就不用再减负这个户籍成本，由我们区公所跟户政单位的一个协调联系来帮他取得这样户籍成本，一方面可以减少他的方便性，一方面可以节省他对户籍成本公管费的支出。娱乐税的部分，娱乐税降到3%，对。所以我们财政局是就挣扎哦，对，我就像市长说的，其实我也蛮挣扎，因为目前我们那个职业性的歌唱说书啦，或是技艺表演，我们现在是5%，大概是全国最低的，因为大概高雄县啦，包括台北县都是10%，大概我们台北市跟高雄市是5%，已经是算低。那当然我们为了要鼓励文创产业在我们高雄发展嘛，所以我们当然是愿意降低，但是不能降得太低，因为当然站在或许其他局处的观点会比较认为说降得比较低更好，但是我们考量的会比较多，就是说第一个，大概我们这些技艺表演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市府也要负担一些行政的成本。那另外一个就财政部的立场，大概也不太主张说各地方政府都是竞相的把这个娱乐税压低，或是甚至把那个，因为记得在82年的时候，财政部就当时有去函给那个财政厅，要求说这样的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妥适的现象，要加以检讨。所以我想，我们将来即使通过之后，因为通过还是要送给财政部备查，那到时候被财政部可能会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当时就像市长说的，我们也是一再挣扎，说到底是降到多少。那当然也考虑到说，你毕竟这职业性的歌唱，如果说你降得太低，目前的非职业性的歌唱是1%，那你如果说你职业性反而比它低，或是怎么样的，但我想也不合适。而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在有个那个文化艺术事业减免营业税跟娱乐税的一个办法，所以任何的那个文化艺术事业，它只要任何的展览啊、表演啊，只要经过文件会认可的，它其实那个娱乐税都是可以减半的。所以即使是3%的话，它这样在经过认可以后减半也是只有1.5%，其实那个税率是相当的低啦。所以我们经过，就像市长说，我们经过市长也指示我们跟其他的局处做一些协调，然后最后今天我们就通过，就是把那个职业性的歌唱、说书、舞蹈，还有技艺表演这一部分，我们从5%降到3%。那另外的马戏啦、魔术啦、夜总会的表演，那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5%，我想做一些区隔这样子。如果实施，大概会减少多少税收？税收其实大概截至目前是不多了，我们估计大概几百万而已啦，但是我想是一个宣示的作用，表示说我们高雄市政府这边重视文创产业的发展。不要金额的部分本来不是那么多了，但是呢未来可能会更多，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早期我们高雄市比较大的那个展或是表演的场所只有文化中心的志德堂，大概只有1000多个位置嘛，那现在我们的小巨蛋有12000个位置，那我们的主场馆有50000多个位置，所以我是想将来这种大型的展演活动应该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能看以前的收入来看未来，我是估计未来这一部分可能会多很多。就是也会刺激他们愿意来高雄来做。对对对，当然我们是说也告诉他们，高雄市政府很重视他们，希望他们来，然后也让我们市民有更多的参与的机会，也提升我们市民的艺文的水准这样子。对，谢谢，谢谢。那娱乐税收多少？娱乐税总共是1.4亿，但是当然这一部分单独这一项不高啦，
因为去年我刚跟各位报告就说，因为过去没有大的展场嘛，所以我们大概这一部分大概就是几百万而已，啊，总的娱乐税1亿4，总的1亿4，哎，是。好，谢谢我们，好，等等。